Ethan， 陈奕迅老师。嗯，其实之前然后在海外训练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想家了，然后 MP3 里面然后会放 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就是圣诞老人呀。那你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？我相信。圣诞老人啊？那你是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？我只相信奥特曼存在。选那个圣诞老人。你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吗？我相信红色的感觉。是圣诞老人啊？那你相信圣诞老人？不相信。毕竟我是一个比较肤浅、比较片面的人，就打点钱就好了。二维码随时向你们畅通无阻。那个路车，你知道吗？发光的那个车。帮我制作一个 MV。就一人买一串冰糖葫芦吧。我想收到秋裤。我收到奥特曼的变身棒。你是相信奥特曼的存在吗？我就是。蓝天，欢迎来到圣诞特辑 SKY， 开始分组吧，来吧，快点，不这么在下面立的，来吧，快分组吧，快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出来，直接倒着。哎，随便给一张，你抽了几张？打翻几盖呢？你干啥呢？好玩这是，不是要撕开的吗？我上面有个蓝，我是猴，我是蓝，傻瓜的黄，抽到红色的举下，然后蓝色的。黄，那你需要各选出一个代表来进行石头剪。我来，胡人胜。哎呀，我不行啊！石头剪刀布，我不行。你俩决定一个。完了，你来。石头剪刀布。哦。一个人比一个胜了我。哇！黄啊！黄。咦！我不行。这女团舞有没有啊？给他们弄点。哥哥。OK， 开始。对，第二组就这个，是下面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这个飘色，还有这个蛮爽的。对，对喽。我们现在选自己的啊，帅的，最简单。太简单。他们队内还要 PK 呢。哎，其实我好好酷啊。这个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。啊，就这个，就这。嗯。可以。对对对，走开，你走开。你看齐吧，就是你动作比较，就是把大力气做散了。
这人怎么在干嘛呢？这有点嗨啊！没，应该是他的牌儿。
排名吧，好像是黄轩五星，还没打开。你得想想你的体积是不是有多大？现在标的就是第一。第二名是？第二名是郭振。咱拿的最大的呢？嘿嘿。第三个呢？第三是左撇。哎呦，不行是吧？哎，你选来来来来。第四个呢？第四个左银鞋。哎哎，拿这个。哎，他们告诉我，我买定离手，我不我。哎，六个快公布，中间那个。啊，好。啊，我要这个。天哪，我没有选择余地。是你最大的成功。哇，你知道这个？然后我们从开卡开始的，开自己的礼物，然后开一个谁送的？啊，哇、哦，蛮贵的。发膜，这是发膜。这个是什么？多少？十块。冰淇淋吗？这是护发。猜是谁送的？我觉得是我自己送的。你说啥？我先猜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不一样，这不是。林杰。一个圣诞树。那个盒子，音盒，我觉得。翻译。哇、哦，那行吧。其实我觉得是西凯或者左叶格，因为我觉得他比较高级。他是我们高级，这个高级吗？不不不，他是我们俩高级。那不是你，挺有可能。就我猜一个左叶哥的，行。啊？啊，走了。我这个最大，这里面，那你看看是什么？哦哦，哈哈哈！兰博基尼。那你猜猜是谁送给你的呢？猜猜吧。好难猜哦，肯定是是是，又高级，然后气质又在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他自己了。没错，这个人。你就是我自己，嗯，哥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夹核桃的吧？应该是吧？不知道以后哪个核桃会被他夹一下。哦，这是一个什么美容仪？哦，美容仪。送这个人一定是个臭屁的人。我猜，林墨哥吧。绝对不是。我想林墨，片场。袜子。
袜子，真的是袜子啊，这是最便宜的。但实用啊，好像袜子的，是袜子，是我的，自己穿自己袜子。是，咱们这不是冬天吗？啊，那时候是那保暖是吧？对。当当，这是我爱的礼物。啊？是啥呀？这应该是个加湿器，我觉得。还有线？这个是一个暖水宝加补水仪，加一个面，特制。第一帅林杰之与 SQI 第二帅的你。这知道是你。Yeah. 是这样，我如果收到这种礼物，我绝对会很扔掉。我不要，我的是一块榴莲，冰的还是冰的？但我很喜欢收到榴莲，就我不会送给别人，因为我想要自己拿走。我就是你给我走开，关我什么事？真的不是。这个袜子确定这两个，但是多正，是狼人杀局吗？对啊，多正买榴莲的吗？是吧？那我从你现在开始来认领你的礼物。三二一，举手。你准备的？这个是脸基尼，这个是脸基尼。对，爸爸，你在提醒这个。林姐的礼物是谁的？可以认领。我准备的，就是很梦幻、很纯真的感觉，就是。今天的礼物就是自己的。玩具代表着孩子的天真，希望人生啊，就是在新的一年，我还希望能保持一颗童心。然后郭正认领，来郭正的礼物。谁认领？我认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酷的。我觉得准备袜子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穿袜子，就是我觉得冬天一定要，你知道，就是秋裤啊什么东西都得备好。你这毛裤也备了呀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我真的我受不了这味，我觉得真的好新鲜啊。这个可以，他又领娃娃吗？其实我这么想的，冬天很冷，但他很暖。咱那就只有我了，只有你啊，你买的。Wings 们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